佛陀呢为一大事啊，来人间说法，也希望呢人人会当通达道理啊，人人爱知影天地之间是祸是福啊，都是从人为啦。人的一念心可以为善造福，人的一念心呢可以为恶造业。这呢就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因缘，希望人人回归真如顺境的本性，这就是佛陀希望众生人人把法啊听的入去。所以一世人说法呢四十九年嘛，前的四十二年间呢所说的那就是方便法。四十二年后呢，的七年间，是发华了华，讲了发华经了后呢，就爱要熄灭入了华嘛。所以，这是佛陀一大事教。现在的发华经啊，终于呢。千二百五十弟子呢，上随众啊，下流分呢，就是智慧第一的精团中的领导者，他也已经得到佛陀授记啦。下流分啊，他。也是同款，这种悲心启动起来啦，对伊过去当修行者，未来学佛者都真关心，所以咱来看一段，为东北清华是怀古啊。为素将清洗是化境，金王佛受记，恩大慈悲，立素弘誓愿，化福缘。下礼拜已经得佛受记了，但是。以再多呢，清佛啦，为大家人说法，在清佛是为着东北，东北的是甲伊同齐伫咧修行者的人，怀古情啦，已经遮侪十年来呀。同修同道啊，其他人人呢，拢会当甲舍利弗同款，解开了心的疑问呐、啊，会当真正直接接受佛陀这真实道的教化。所以啊，伫这个所在。为东北清法是怀古，就是怀念这个古的感情啦。常常讲，咱爱会记得过去的感情，啊，因随事缘，同修同道啊，那这份的友情啊。同修行的感情，我得到
嘛希望人人拢会当得到啊。这是舍利弗的请求，那为世上请示呢？除了讲吼，动修动行啦，啊，才会修行者以外，未来的世上弟子啊，有心要修行，有心要出家，有心在家修法的人。希望因呢未来会当更搁较了解呀，佛陀的用心，希望人人啊，哎，真紧就会当好接受着吼。所以呢，这是为未来的环境、世代、世众来清化，这是舍利弗呢已经。开阔心胸，温大慈，所以立四方誓愿呐，化福缘。因为舍利弗从即马开始啦，生生世世哦，长久的时间呢，都立人群中啊，希望行善。祝福甲大家人结真福缘啊，所以呢，这立四方誓愿来化福缘，这就是舍利弗的心境啊。好，前面的文，逆时佛告舍利弗，莫先不然。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如难事方便说法，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咱常讲话，我先不言，就是啊，成佛了后的事，迄个心境啊。真想要甲大家分享，不过众生的根基呀，无法多好接受，所以因为安尼，这个法传修立的本怀里吼，所以种种方便譬如言事，其实呢，还是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虽然阿无痛厌本怀，但是用种种方便法，敢毋就是来引导人人行菩萨道呢？真是上面这段的经文啦，那下面落来呢，再讲吼，是诸所说。该为化菩萨故，过去讲的嘛是为着要教化菩萨啊。但是人舍利弗啊，今当何以譬如净明初意，自有地界以譬如得解。现在啊。过去所讲的都是为了化菩萨法，拢总是为着要教菩萨，所以舍利弗啊，今这个时阵，今当何以？譬如我即马开始，同款啊，还是爱用种种的譬如，更搁较清楚呢，这内涵的。道理啦，自有智者以譬如得解，因为有的呢，有智慧的人啊，就是从这个譬如中啊，会当了解吼，会当开悟，这就是有的人真正是用譬如用书来譬如。伊就会当体会道理啦，这是根基较内的人。
所以啊，下流佛啊，伊是将因缘入道啦，毋是将譬如入道吼。过去只知影宽，宽就是方便嘛。现在知影呢，宽中有妙的道理啊，这个因缘安尼呢，体会啦，所以体会了。佛心嘛，伊呢化法立根，从这个因缘譬如中啊，那化成了道理，道理呢内涵吼，伫迄个譬如中啊，蕴含着迄个真理吼，所以呢，在譬如啊。化法立根。佛陀呢，觉悟了后，就是不离开众生，立令根中啊，同款，还是呢，将这个真理啊化为人间法，啊，人间种种的事物道理呢，来用为譬如佛法，那佛法。含藏的譬如中，所以佛心啊，化法立根，解以种种因缘，譬如言事，同款拢用这种种的因缘，用譬如的话啊来讲解，吼，所以啊，无不都是呢说。菩萨法，不管是教导众生啊，行好未用的等哦，行善嘛未用的等啊。除了孝养你的父母，搁在爱天下众生啊，这敢唔就是菩萨法呢？这就是人伦道理呀，真是真明显呐、啊。讲出了种种的因缘果报，也说尽了呢种种事物的譬如，无不都是呢教菩萨法，教人人啊行善造福的方法，以众生结好缘吼，所以啊，这都是。现在开始，重庆下离婚呢，在重庆虽然是知影啦，长行文是安尼，那么基文呢也是安尼吼，那就是重庆一代树因缘，先三合一，迄个内面的意思，正面性。为三圣人，三圣人呢是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。在群众中呢，根基无同啊。小圣人呐、啊，就是圣文，依靠念经、听法来了解道理。中进去的人呢，听法了后啊，在这个四季自然的法则呢，体会天地
这种循环的道理。那大乘呢，除了了解人间的道理啦，也过了解天地万物的真理，同时呢，还是身体力行啊，立人群中啊，将这个道理呢，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，把这个心过好清净啊，立人群中呢，无颠倒，不受污染，这种呢，就是大乘菩萨化啦。这拢总是爱靠人间的因缘呐，都亲像这回啊，仁义会啊，其中呢有一个萨尔瓦多的国家，也是一个医生，伊讲吼，伊那是伫咧义诊的时，或者是门诊的时啦，伊就是讲自己的小故事。开始呢，推动呢，迄、那个竹筒岁月啊，哦，其中啊，有来接受义诊呐的患者呢，听入去啦，同款啊，原来是存着迄个竹筒，那知影伊得要转来呢，寄伊转来啦，迄一天啊。寻根来到静下，伊甲这个竹筒啊，都安尼提转来交予长治师父。你想，这个万里送竹筒啊，这呢，敢毋就是一份情，无分种族，无分国界，这份的爱啦。菩萨的情呢，留到遐尼长去，遐尼远的人呢，嘛会当头体会到这个道理，爱的力量，嘛是会当安尼牵遐长过来啊。这叫做因缘，这个因缘呢，嘛是经过了一大事啊，因为迄当阵的台风叫做。立刻台风啊，他呢就是为萨尔瓦多哦，这个中美洲啦，造成了呢大灾难哦。所以，咱去当阵的因缘去甲伊帮助，一直到现在，当前大碍啊，也搁藏伫迄个所在。现在因转来啦。送着这个德光啊，回来来回馈吼，这呢都是人间的一大事啊。所以讲起来，化菩萨吼，那该为化菩萨所讲的法啊，无不都是呢，要教化人人会当成菩萨。尽管讲。因伫遐尼远的国家啦，那虽然宗教无同，确实呢，佛性啊，真如的本性是一啦，吼、哦，人人都有真如的本性，只要道理呢听入去啦，那菩提道是一条空中的大路，菩提道一条啦。所以各位菩萨，各位学佛者呢，人人学佛啊，应该呢都爱用心啦。那过去
为三圣人，啊，三圣就是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。下离分呢，怎样佛陀过去呢？为三圣人说法。现在呢，下离佛啊，也阁是为未来的三圣人吼。迄个时阵，诶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的人。清法其实呢，嘛是为未来咱现在的人清法，希望呢佛陀会当更多较详细，使令未来的人啊，更会当明了吼。希望佛陀啊，这个宿世因缘譬如言辞呢，会当搁再一一。详细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表达了舍利弗，表达了佛陀呢，在《法华经》的意境，这说三圣法，到达《法华会》这个时阵，开始呢说一时圣吼，那这个大法。这从头到最后，这个法吼叫做四法吼，从开始为阿育交定如定五比丘说四谛法，迄个因缘开始到现在，讲《法华经》，甚至最后的涅槃。希望呢，安尼前后啦，佛陀呢会当搁再细说，再引言吼。那所以啊，就是世诸所说，皆为化菩萨故。那予大家人搁较知影，搁较了解呢，佛所说的话都是为着。教菩萨法啦，虽然啊，这些人大家人用心啊，想爱了解，其实是舍利弗的用心呢，予咱未来的人更搁较清楚，请求佛陀再次吼那详细，所以啊，佛陀呢呀。回答舍利弗吼，怎样讲吼？即嘛再搁再开始未来啦，因为《法华经》未来也搁有譬如啊，真侪因缘伫未来，佛陀呢答应将来还是呢用这个譬如言辞来显出了真实的道理。所以，释迦佛成道数十年啊，就是为了一大事嘛，种种因缘譬如，那就是要予咱了解这个五浊，大家人应该了解咯。这个时阵就是五浊恶世的时啊，哈，见浊啊，众生浊啊，明浊啊。烦恼族、结族，这是五族的时代啦吼。所以啊，佛陀呢出现在迄个时代，那就是为未来现在五族众生呢，迄个见解不清净，造成了烦恼这么多，那会有真多呢，这个无明种种啊。
做了真多的业啦，所以啊，佛陀不得不用安尼种种世间人事物天地的道理来甲大家人开示吼，来解释。所以啊，这观呐就用伫思维吼，伫开始到最后。还是同款的，爱用这个法来说明吼，也那无呢，当下的经济无法度了解啦。所以讲，为着迄个了知真谛，现未了之法，要用种种啊，譬如言辞等等的啊，显示迄个真谛的道理。会当，予大家人了解呢，阿未了解的人，会当更搁较了解。也未了解的人啊，就是爱用譬如譬假，就是用比较吼，比如啊，什么叫做长的？啊，什么叫做短？安怎那会长？安怎那会短？吼，那用这个物件来譬假，就是比吼，如假就是消分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啦，吼，就是要予大家人搁较了解，突出比比，吼啊，因为呢，要讲这个话，所以啊，爱用这个书来比较，吼，所以假浅的分清，听起来那真浅的话，其实呢是真深的道理，这深的道理呢。其实是阿弥的代志吼，那会当了解啦。自有地价以披露呢，的解啊。总而言之啊，希望呢，这个披露用世间有的物件来披露呢，咱看得到的道理，这呢，拢叫做因缘披露。安尼呢，会当了解有智慧的人。就会当了解啦，所以总共一句：有心啊，爱时时多用心哦。